这是一场继罗马尼亚军队脱离了纳粹的轴心国后，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攻打德匈联军的故事。这部上映于1985年由罗马尼亚拍摄的二战巨制电影《我们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》，战斗场面绝对不输于任何前苏联拍摄的大制作二战电影。青年少尉鲍里亚带领一个排突袭正在撤退的德军，苏军第57近卫步兵师从侧翼同时也发起了攻击。1944年8月，苏联红军打到了罗马尼亚北部，罗马尼亚国内发动政变，新政府选择向盟军投降。罗马尼亚的加入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。要知道，曾经的罗马尼亚可是德军的奶妈，罗马尼亚的石油可以供给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的燃料。然而在1944年，德军败相显露，作为德国的仆从国，罗马尼亚完全倒向了盟军，石油供给中断，德军的装甲部队只能趴窝。加入盟军阵营的罗马尼亚军队于是乘胜追击。青年少尉鲍里亚前往师部报道，一路上炮火连天，还险些被伏击的德军杀死。在一个岔路口，一个士兵正在指挥车辆通行，鲍里亚向他询问师部所在地，并让这个士兵为他提着行李。结果到达师部之后，却闹出一个笑话，原来为他提行李的士兵其实是他的顶头上司马里内斯库将军。奥尼亚是二营的一个排长，在战斗中牺牲，时年24岁。师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鲍里亚接替了他的职务。老排长的死对他的士兵打击很大，可见奥尼亚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高。行进中的队伍就像霜打的茄子，无精打采。作为新排长的鲍里亚立即让他们停止行进，就地训练跑步，并用言辞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。鲍里亚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，就是要他率领他的排去侦察德军的动向，而德军所在的村子正好是鲍里亚的老家。鲍里亚带领部下解决掉了德军哨兵，他们很快潜入村庄内，并干掉了两名正在小便的德军。他的任务就是侦察敌情，不要随意开火。但鲍里亚不听部下的劝告，依然一意孤行，要等德军开始撤退时就立即发起突袭。战斗就在一个德军军官与他们遭遇的那一刻开始。听到枪声的德军一边撤退，一边抵御罗军的进攻。左侧的苏联第57步兵师也加入到战斗中。师部的马里内斯库将军对于这个年轻军官似乎并不太满意，毕竟鲍里亚不守纪律，违反了命令，他被将军严重警告一次。正在休整的罗马尼亚军队遭到了德军飞机的射击，一架自己人的飞机紧追德军战机，不久德军飞机被打落坠毁。鲍里亚的家乡被解放后，他骑上马去寻找父母亲，此时他的父母正在农场里掰玉米，听到声响的母亲疯狂地跑向鲍里亚，久别重逢，两人相拥而泣。德军被赶走后，之前支持德军的村民被罗军处以绞刑，死者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被杀死。要知道，当时罗马尼亚倒向德国的时候，有50多万人帮他们打仗，如果都是叛徒的话，这些人都和孩子父亲的下场一样。德军退守到了匈牙利，罗马尼亚军队同盟军乘胜追击。鲍里亚的侦察排负责前往一处村庄侦察敌情，当他们进入村庄时，这里只有祥和宁静和孩子的喧嚣。远处的德军装甲部队发现了罗军，至此双方在村子里展开了巷战。战斗中，一名罗军被德军围捕，两名士兵拔枪相向，最终同归于尽。村庄的德匈联军被清理后，将军的女儿希尔维亚随军队来到村庄，她是一个护士，之前就和鲍里亚认识。在遭遇德军飞机袭击的时候，鲍里亚救了希尔维亚，德军在村庄里吃了大亏，于是德军整合了一个德国装甲师和两个匈牙利装甲师，向罗马尼亚驻守的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。德匈联军如猛虎下山，炮火覆盖了罗军的整个战壕。从这一刻起，整部电影进入了最精彩的部分。
围攻布达佩斯的战役也由此拉开帷幕。为确保布达佩斯战役的万无一失，苏联集结了50万名士兵、10000多门火炮、23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，还有各类飞机2300架。马里内斯库将军身先士卒与德军展开激烈的战斗，德匈联军以绝对优势很快攻入罗马尼亚军的战壕，但他们并没有退缩，战士们奋不顾身，英勇战斗。战斗中，鲍里亚腿部严重受伤。护士西尔维亚为挽救心爱的人而开车勇闯德军野战医院，并用手枪威逼德国军医为其做手术。在罗军和苏军的共同配合下，他们发起了反攻，被挫败的德军退守布达佩斯。1945年1月18日和2月13日，苏军和罗马尼亚联军攻占布达佩斯东部和西部。虽然这场战争罗马尼亚只是苏德战争的一个配角，由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恩怨已久，当两军作战时，只要照面那就是死磕，比苏军、德军还要疯狂，双方都是死伤惨重，还布下火线。鲍里亚又接到了一个艰巨任务，那就是摧毁设在捷波交界的塔特拉山上的法西斯广播电台。这支分队翻山越岭，打破德军的重重阻碍，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放！布达佩斯战役直到1945年2月13日才结束，并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。直到二战结束，在对德作战期间，罗军又损失近17万人，包括21035人战死、58443人失踪。罗军的倒戈也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。整个二战，罗马尼亚被拖入战争泥潭，人员损失高达77万人。战后，罗马尼亚没有被清算，还保持了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。这部电影是罗马尼亚为数不多有着大制作的二战电影，战斗场面宏伟，气氛紧张真实，人物逼真。影片表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，并荣获1986年科斯蒂内什蒂电影节大奖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